我相信你们一定都喜欢听童话故事。三秒钟过后，掌声加尖叫，三、二、一。小飞侠彼得潘与虎克船长，听说这个故事有了剧集，而且呢，台湾国际童进会今年主题“儿童决定未来”有关系呢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小孩，他叫做彼得潘，他是个不想长大的孩子。时候，彼得潘吵醒了答应太太的女儿温迪，他发现温迪也知道很多的故事，于是彼得潘邀请了温迪进入梦中的奇幻岛。他们进入梦中的奇幻岛，遇到了一群失落的孩子，而有爱心的温迪以母亲的身份用爱照顾着他们。他们一行人终于来到了美满的日子啊！你别忘了，过程才刚要开始。话说回来，他们好不容易来到梦幻岛，前脚才到，后脚听到。至高无上的宝藏之前，必须跟我念一段咒语，才能说。